只狗狗爱运动，扶梯上边饭后走，原地半天都不动，步伐越来越沉重。啥呀，主人省力没爬楼，带狗坐扶梯挺从容，怎料眼瞅就下楼，狗下不去难承受，主人旁边笑哈哈，狗狗智商测试一下。方向不对，努力白费，你懂啥，宁可原地踏步走，狗也坚定不回头，不仅是因为主人在那儿，有着免费的跑步机，还办啥健身卡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老虎躺地面对面，这个姿势挺难见，练瑜伽呢。探戈就是探着探着走，跳起爱的恰恰舞，不停撒娇来互动，站不起来于事无补。森林之王躺地上狂秀恩爱撒虎粮，说好的一山不容二虎呢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长得壮，长得壮，两只老虎手拉手，谁先松手谁没种，说好的一起胖下去，谁也不能先瘦了。喂，你好，小手。平常是小学着火了。小学着火了？在小学里面吗？不在。你不在小学里面，怎么知道小学里面着火了？接到报警，小学生立马询问啥事情，怎料事情不对劲儿，难道是在报假警？你是小学外面？你是打的假报警电话是吧？这咋的？绿毛什么神经病？支支吾吾不敢说，眼瞅假话被识破，竟然破口就开骂，殊不知已惹大祸。现在不教育，以后社会给他暴击。小房立马顺网线出现男孩的面前，细瞅手里拿试卷，警示教育，致抱歉。法律是有规定的，假警属于违法的行为，以后不要报假警。我们不管是119、110还是其他的电话，好吧？我叔叔给你拿了一套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！对，有空的时候拿来。有空的时候多看一下书，好好学习。看你这么闲，帮你找点正事儿做吧。全套试卷伺候，现在报假警做题，长大报假警坐牢。来，嘿，哎，四仰八叉躺在床，嘿哈口号挺响亮，干啥呢？别看宝宝五月大，学习模仿不再怕。爸爸翻身来示范，动作分解细又慢。宝宝一瞅挺简单，顺利翻身挺勇敢。床前明月光，翻身爸帮忙，模仿挺像样，全记在心上。主要看爸爸翻个身都这么费劲，不由自主的想演示一下。大哥座椅上输液，面无表情度长夜，咋不上床上歇歇？人是自己选的，路是自己走的，自己惯的小公主不宠着还能咋办？即将手术挺憔悴，怎料赶上媳妇儿困，病床让给媳妇儿睡，只好在椅子遭点罪，这要是没有她来照顾，估计我早好了。要我说，你但凡懂点事儿，都不该这时候生病影响她睡觉，估计这会儿来个外卖都得你去取一趟吧。小孩子不听话了，很生气吧，就把了一瓶东西出来，又把自己这个手抓到骨髓了。娃玩手机到半夜，不顾疲劳和护眼，爸爸立马上前劝，充耳不闻不情愿。爱之深责之切，一气之下狠攥拳，方向指定得跑偏，给娃砸坏爸心疼，冲桌捶完动不得。冲动是魔鬼，过后真后悔呀，手掌淤青还红肿，右手第五掌骨肌底部骨折挺心疼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，断网改密码，教育孩子要讲究方法。孩子看着快散架的桌子，迅速放下了手机，这拳我确实承受不住啊。